你的内心世界，你身上的负能量强还是正能量强，善念强还是恶念强。当你善念强的时间，你吸收的就是善与你共振；恶念强的时间，你吸收的就是恶与你共振。你负能量强的时间，你现在吸收的一定是负能量。你会发现你今天遇到吵架的、出车祸的、员工之间闹矛盾的、骗你钱的，这个负能量就聚合了。要不然你会发现你这今天一天好像非常顺利，怎么这么幸运啊，什么好事你都碰到。你就知道这就是你今天的负能量和正能量、善的能量和恶的能量哪个强哪个占了上风所导致的。这就叫什么呀，选择性吸收能量。我们就是系统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们真是一个系统。我们也可以说什么呀，我们是接收器啊。那我和大家呢实际都一样，不同地方是告诉大家，你可能是一台非常平常的电视机，不是数字电视。我现在是数字电视，我收的频道就比你多一点，就是这个区别。实际电视和电视都是一样，只是它用的那个线不一样。我用的是什么呀，歌华有线，你可能用的就是那个野天线，就是这个区别啊。实际电视都是同样的电视，都能放节目，可是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啊。世界是多频率的，而我们容易吸收与我们当下内心频率共振的波段。这个一定是和我们啊内心世界的频率是共振的波段。你今天倒霉，我告诉你，你内心世界一定是阴暗的，你才能吸收倒霉的事情过来。你今天要是阳光的，你吸收一定是好运的。为什么呀，宇宙是多频率的，我们最容易吸收与我们当下内心频率共振的波段。就是你当下这个心是善的还是恶的，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，这个就是我们自由意志里面的这个选择啊。这就是系统选择性吸收能量的特性，这是吸收能量的特性啊。而另一个人他是另一个系统，他有他的特定系统频率。我们要明白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这个系统频率，这就是我们就知道了，父母跟你夫妻之间意思想法都不能一样，肯定是不能一样的，它是另外一个系统，它是另外一个特定的系统频率。所以当你想影响他的时候，前提是他愿意接受你这个频率的意识，一定是愿意。就像我为什么讲风水大家喜欢听呢，他愿意的原因是什么呀，他都想发财。我还是用大家想发财的这个贪念进入引导大家的，这是我的方法。我说你听我的风水，谁一听啊，秦老师讲风水，听完以后我风水命运改变了。你看他是这种念啊，实际他不知道我讲风水的目的，两个目的，第一你是自己的命运设计师，一定是这样，第二导归你学佛，因为佛能帮助我们大家永远处于正能量的这个地步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呢这个明白的啊。所以前提是他愿意接收你这个频率的意识，不然不接收的话根本无法产生共振，没有办法。就像有人说呀，说哎呀秦老师，我想流通你的书，流通给谁呢？喜欢看我的书的人，看过我光盘的人，听过我视频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你只要产生这种流通的念头时间，马上有很多人和你怎么样共同去做这件事情，一定是这样的，和你产生共振。那他要是不看我的呢，是不是他没有看过秦东魁的东西，他也不愿意看秦东魁的东西，人家要是学上帝的呢，信伊斯兰教的呢，那肯定不接受嘛，你给人家说人家还要跟你生下气呢，就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和你不产生任何共振的效应，他还要反对啊，这个是这样。那举个这个生活的例子啊，咱们大家可以比喻一下，我们自己
要是个广播电台，我们现在在发射的是什么呀？88.7的频率波。那对方是个收音机，但是它现在的频率调在了103.9。请问你这个88.7的频率波再强，它能接受到吗？肯定接受不到嘛，和你不是一个同频率嘛，是不是？这是不一样的，那肯定不起作用的。它和你现在不对频道，一定是不对这个频道啊。另外一个音乐台上，你的波再强烈，它不接收，告诉你也是没用的。这是没用的。就像很多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秦老师，你咋不说我？”实际不是我不想说你，是你的这个频道和我没对在一起，你并不想让我说你，你是试探的，实际想让我夸你呢。我知道我不敢说你，我一说就得罪你了啊，就是这样。实际是你的意愿是想让我夸你，并非是想让我说你。要不有人说：“哎，秦老师，你看我好不好？”那你好不好你不知道，你还问我呀？你说是不是？就和这个道理是一样，你好不好你不用问我，你好也罢坏也罢，那你给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想让我夸你好吗？一夸完你就出门，哎，秦老师都夸我好，你看你就这一个想法，你实际就想让我说这一句话，实际就是一个目的。你并没有说，你或者非常诚恳的：“秦老师，你看我哪有缺点，你快给我说出来。”那这个我可能就说你了。你要说我好不好，我只能说你好。你都说你好了吗？我能说你不好吗？你想想，就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就说你和我没有产生什么呀同频共振，我不敢说你，我说了你肯定生气啊。这个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就要知道了。再比如你对一个嫖客谈打坐，我告诉你他能听进去吗？听不进去，他还会告诉你呢。啊，你看，人在牡丹花下死啊，做鬼也风流。你看，他跟你就说这些话了。你劝他吃素，他说：“你看你年轻巴巴的，这也不吃那不吃，你活着有啥意思？”当你的意识比较强的时间，哎，你还能挺住；不然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开始筷子也夹肉了。你还在想，我这吃素对不对啊？一看人家吃的那么香，哎呀，我这是不是亏大了？这也就是有很多人吃素坚持不下去的原因，受别人影响，你影响不了别人，正好，就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。就是你的意识很强，可是他会听你的吗？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。你今天说他一次，明天说他两次，后天和你不来往了，生气了，决定和你生气。你别看再好的朋友和你不来往了，为什么呀？不同频共振，和你产生这个抵触了。啊，对方当前系统固定接受频率干什么呀？太低，他只固定接受什么呀？全色，他接受不了圣贤嘛，所以你跟他拨不过去，反而和他产生什么抵触。啊，那你和他就是什么呀？对牛弹琴，就是这个话。要不你看我现在很少在劝人学佛了，几乎不劝人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劝了没用，浪费我的口舌，不如我自己去念念。我劝你又不吃你的，又不喝你的，还浪费我时间，还弄得让你不高兴，是不是？我惹这麻烦干啥？这也就是我现在为什么不太愿意见人。啊，无非就是参加活动了，我去了，你想和我照相照张相，啊，你想让我签个名了，我就签个名，跟你结个缘可以。你让我实际说你，不敢，自己想了想也没那能力，为什么呀？说不进去。你看我每次放完声，最后给大家开示，大家有没有听过？都是重复老套子的话，有几个人听啊？没人听啊。啊，他来的目的啊，不是想听你给他讲开示，他觉得我把这泥鳅一放，他泥鳅保佑我了。他是这么想的，泥鳅都在劫难逃，都要被人吃了，还能保佑你啊？妄想空想，我告诉你，真是妄想空想，啊，这是错误的。
所以我们在讲的是什么呀？在讲的我们在学佛的人，包括思想的过程中，我们的想法会影响别人，是你的场能，你的善的能力，让他觉得非常羞愧，他向你学习。啊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啊。这就是什么呀？我们再深一步的解释一下，非常高明的修行者，他影响其他人的方式，不是植入一个想法，一定不是植入一个想法。你看，包括佛也好，包括一切大德也好，他一定不是强行劝你学佛，强行让你修行的，他一定不是。那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？而是他本身的平和与宁静。他一定是以静制动，他的祥和、他的平静和宁静来影响你的。就像我们去到寺庙一样，看到佛像以后，你就想给他磕头，他没有强行给你植入任何想法。在你读到佛经的时间和佛菩萨圣号的时间，你自然就感觉到一股什么呀？安详之气。因为他的安详植入你的，他一定不是强行劝你的，因为人是劝不进去的，除非他想被劝，不然谁都劝不进去。包括我们看到佛陀把他的弟弟提婆达多劝进去了没有？没有，真没劝进去啊，这是劝不进去的啊。那非常高明的修行者，他影响其他人的方式不是植入一个想法，而是他本身的平和与宁静，那是什么呀？最符合自然的波段，最符合自然的波段啊，这个是最符合自然波段的。就像我经常劝大家，我说你念三千万遍阿弥陀佛，你念完以后，你会被你的气色、你的宁静。就像我有个学生啊，很有意思，过去老劝人，劝他老婆，他老婆说他神经病；劝他爸妈，他妈说你小心啊，别走火入魔了。我说你不劝人行不行？你劝你自己好吗？他说好啊。我说那你现在3000万遍你念完，你自己再看，不用劝他们找你。当他在念到1900万遍阿弥陀佛的时间，他的脾气性格全变了。他老婆开始学佛了。他老婆说什么呀？哎呀，说秦老师啊，我老公从听完你讲的话以后，念完阿弥陀佛，对我越来越好了。说过去他虽说念呢，对我还是老样，还动不动一说你这没福报的，你这不听老师话，你这不念佛的，我就烦了，我就不念。你念佛都念成这样，那你不念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。他反感，他父母呢也受到他的这种影响，开始都念了。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学佛家里人不信？我说你家里人没打你都已经算慈悲的了，你都学成什么了？是不是搞得神神叨叨的？今天听老师一讲回家挪家具了，明天听老师一讲，你没想到你该做，你该落实，反而想什么？我老婆该听，我爸妈该听，为啥他们都不听？你看，你就错了。当你在这儿来听我讲课的时间，你只想到你该听，我告诉你，你听进去了。你要坐这儿一想，我爸妈该听，我老婆该听，我老公该听，我朋友该听，好像就你不该听一样。这你就和人家产生了逆反的波段，这一定是逆反的波段。所以非常高明的修行人，他影响其他人的方式不是植入一个想法，而是他本身的平和与宁静。我们有没有想过别人的老师？我不清楚啊，我有很多粉丝我从来都没见过，我不光是没见过，我还有很多粉丝人家看我的视频、看我的书籍的时间，人家就和我产生共振，竟然晚上能做梦梦见我，告诉他很多方法。见我以后激动的喊，说秦老师晚上梦见你了，你给我教什么教什么教什么。你看，实际他是自娱自乐，我肯定没进入他梦里面去啊。这是什么呀？他把我变成了偶像效应，一定是这样，偶像效应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真正明白的，真正非常高明的修行者。那讲到这一段的时间，我们就知道啊，好像说是在哪个国家有一个墓园啊，里面有很多，好像是在英国吧，说这个多少世的国王的墓地都在里面立着呢。
可是里面有一块石碑，最平凡的石碑，啊，上面大概写的这句话，引起了全世界人的这个共鸣和想法。他就想什么呀？他过去想影响世界，啊，最后发觉没有办法影响，最后想影响他的国家呢，也没有影响得了；想影响他那个地区，也没有影响了；想影响他的公司呢，也没有影响得了，想影响他的太太也没有影响得了。当他要快死的时间，他明白了，我想改变世界，想改变我的国家，想改变我的公司员工，想改变我的太太，我都错了。我只需要改变了我，才有可能改变我的太太，才有可能改变我这个地区，才有可能改变我这个国家。改变我这个世界，大家有没有注意？佛成道以后才开始讲法的，孔子也是明理了以后才开始讲学的，老子也是成道以后才讲了5000年的道德经。所有的圣哲都是自己成就以后，用他的平和和宁静，用他的慈悲，慢慢的影响了大众。没有强行，你什么时间见过佛强行去劝这个劝那个？没有，绝对是没有的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，而我们最容易接受自然而然的影响，我们人是最容易接受，哎，自然而然的影响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大家有没有想到？当你在强行劝人吃素和学佛的时间，他会干什么？产生反感，跟你不来往。当你做好你自己的时间，你的自身的变化，他会好奇，反而追问你，学习你的经验。